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带你看一处非常特别的房产啊，它是介于 townhouse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连体别墅跟独立别墅当中的一种产物。这种房子呢，它的售价比较亲民一点，比较适合第一次买房或者老人，他从大房子里面换成小房子，他需要一层的平房。那我们这边所看到这样一个非常优美的小区啊，是在139 Panlan Road Sunnybank Hills。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，这个小区走路到我们这边非常大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Panlan Shopping Center 大概只要5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房产的优美的这样一个环境啊。刚刚我所说了，像这样的房产是比较适合第一次买房的，就预算比较有限的朋友，或者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搬到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房子。因为它是一个 gate community， 所以你看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来的，所以在目前来说，它在南区，它的治安是非常好的，不是说随随便便人可以进来可以偷盗啊，所以非常的安全住在这边。还有这个小区的话，如果你要住在这边呢，每一年交差不多4000左右的管理费，这个管理费包括你房子本身的这样一个保险，也包括了前院的打理，公共区域的打理，再加上游泳池的维护。那么很多人说他不愿意交这个管理费，其实这个管理费你这样想，你平时如果买一个独立别墅的话，如果您去管理你自己的游泳池，来维护你自己的房子的花园的话，一年4000也差不多。再加上这边的这样一个房价会比独立的别墅会便宜非常多，所以省下来的钱，你就算交10年的这个管理费也只有4万块钱。好，我们看一看这边的整个小区的环境啊，环境非常的漂亮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小区共用的这样一个中心花园，再加上它的泳池的区域，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泳池，这个就大家共用的。再往这边走，就是一个小小的 barbecue area， 可以在这边烧烤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所要介绍这套房产的门口。它花园是300平方米，非常容易打理，很适合老年人。室内一共4个房间，2套卫浴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，虽然啊，这个是一个在小区里面的一个房子，我们统称他们作为 low set villa，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户型，它跟邻居之间没有任何的连接的，也就是这种位于独立的别墅跟 townhouse 之间的这样一种产品，是非常，我认为，个人认为，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面，是会非常保持增值的一款产品。好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首先，在这边我的右手边，它是有一个房间，这个一共是4个房间。这边有2个厅，它都是开放式的，所以人住在这边感觉不是说非常拘束，像很多 townhouse 它是非常小的，但是它是一个平摊开来的一个有独立别墅这种感觉的 low set villa。再往这边，就是它的主人套间，带自己的卫浴和大的衣橱，还有2个房间加一套卫浴，再加这样一个厨房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花园啊。首先它出来有一个小凉亭，你在这边可以放一个餐桌，在这边外面吃一下早餐。再往这边出来，它是有一些绿色的植物，但是不需要过多的打理，完全不需要割草，所以非常适合老龄化人口的居住习惯。非常感谢收看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。这一套房产139 Panlan Road Sunnybank Hills， 我们会在每个礼拜六的早上11:30到12:00准时开放参观，10月16号的中午12:00准时现场拍卖，我们不见不散。